超三藏，而且是内嘎的。希望这次可以不要再保底。保底的节奏。你不是600颗吗？那是加副账，所以我刚刚已经抽完80抽的那个秦始皇。好，看起来蛮正常。正常发挥。两张水屋，要把火屋卖掉哎。盖呀，没有用，是的。哇，终于，今天抽了好多我没有的希腊神，双子神，拼命神卡，曹操，灵魂的，恭喜获得灵魂50。看我插火希腊了，我插。木西的，其他选择。我直接把波塞顿卖掉。哇，一张都没有。这种浪费。那谁？哇，这我有了，我有抽到。火。滚呐！我这里先。两张六哎。废铁生命，他妈的，飞机来找你。废铁，我保底，他也保底。哎，哦，那废铁生命，对，连发，这只我有抽到，换我抽。我应该也会保底吧？很强，正常，正常发挥。平凡真的不容易，废话，干得超。额外多收一张。哇！哦哇哦！保底啊？没有，第三，中了。今天太好运了吧？你抽什么？哦，你抽三张。哎，我有一个逆，为什么没有？哎，等下。哇！哦，好爽啊！你看，我离开你，我就抽到这只。哇哦！哎，铁扇，他抽三张的周中铁扇。为什么里面会放铁扇？他铁扇不是独立卡夹吗？对啊。还是说是？等一下，不是，你看，那抽卡机坏掉了。不是，你我帮你看一下。那看来我以为我省了50颗呢，居然有铁扇。这小啊。抽什么？哦，有啦，没有，他有啊，有铁扇啊。对啊，只是他这个保底率一样啊，对，几率一样，只是他这个保底是三张。对对对，哇，好爽哦，难得满季嘛，好爽哦。可以满得满季吗？没有吧，不是吧，没有啊，我记得好像有一个，哦，所以是满季而已。Dual Max 啊，好像 Dual Max， 难得满季啊，真有 Dual Max， 对吧？哇哇，里面竟然有三张哎，我也好啊，但有三张。哎，两张，哇，两张什么？秦始皇。啊！我刚刚一抽下来，然后第一抽，没有，第四十抽，然后我靠，两张，好爽啊！啊！666。哎，有没有啊？你看你这抽两张。刘备。强哥哎，蔷薇。我们在夜。对，张凯思维啊。我要屁股换吗？终于保底三张了。哇，石头零颗哎，比我想过的多。